艾尼老师就以自强啊，欢迎你回到我们这个学习课程里面来哈。那今天这个课程要和你分享的是，我们怎么将我们已经安装好的 WordPress 的网站，先做一些基本的一些安全设定。那这安全设定就像是说连线的一些加密工作，因为其实如果你现在在之前，现在Google 这个网站，这个搜寻平台，它会针对你的网站，如果现在如果不是安全的连线资讯的话，它可能不太会去帮助你去做更多的优化或者推荐，还有 SEO 之类的。那其实我们都会仰赖 Google 的话，那尽可能就是将这些的设定先把它设定完成。那过去我们在以前建置网站的时候，透过这个 SSL 的凭证，我们都需要花钱去做购买。不过现在来说，有很多的一些伺服器的供应商，他们就已经有提供这个免费的一个服务了。那 SiteGround 也是有这样子的内容，所以这边就来告诉你怎么去开启这样的设定吧。OK，好，那首先在开始讲这件事情之前，先让你来了解什么叫做 SSL。那就是说，其实它这个哈是属于一个叫做安全通讯协定啦。我们这边可以看到，Wiki 这边有介绍到说它是这个 Secure Sockets Layer，那是一种安全协定，就是说主要是用来建立一些安全的连线，不怕说未来我们这个连线如果被不孝的网络上的人去监听的时候，你至少这些相关资讯不会去泄密，其实就是一种保密措施。大家说真的能够保密得很好吗？其实，至少你有做这件事情，总比没做来得好。所以，其实我们可以在网站这个地方，如果你看见叫做不安全，或是你未来连线到一些网站叫做不安全的这些网站的时候，可能你就要注意一下，尽可能不要在这个网站去 key 一些可能的一些资讯，包含的你可能你的 email 啊、你的电话号码啊或其他的一些资讯，就尽量是不要 key，因为有没有能够保证这个连线是好的，我们并不确定，好，并不确定。好，那所以这个就是需要去注意的地方。那我们通常网站在一开始建置完成的时候呢，会建议你一定要先将这个设定给设定好。好，那在开始设定之前，我们就只要很单纯，我们就进到原本我们的连线是这样子的嘛。我们透过域名，我们会经过一个 CDN，就是 Cloudflare 去做，帮我们去做各网站上的节点的进设。那进设完毕之后呢，才会连线到我们的伺服器。哦，好，那现在我们已经在伺服器这个位置了，我们要告诉 Cloudflare 说，我们这边通讯协定是必须加过密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就先到 Cloudflare 这个网站来。好，一样。我们在登录到网站之后呢，你这边应该会看到你自己目前所看到的，目前新增中的一个网站，使用中的，我们就点击它。你只要登录进来就会看得到了。那在这边你会看到有一个第四个的这个选项，SSL 跟 TLS 这个所谓的通讯协定的部分，我们就点它。好，那目前在这边来说，你看它是说您的 SSL TLS 这种模式为弹性，弹性就是说，现在从这边连到这边是有加密的，可这边到这边现在是并没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针对伺服器当自我凭证加密，直接加密起来，所以我们这就点选它。好，变更完毕之后呢，我们在下方这边，这边完成之后呢，这是完整的。好，这样设定完之后呢，我们回到我们的网站这边来。好，回到网站这边来。那网站这边我们会有个 SiteGround 的 Optimizer，就是SiteGround 是 SG 的这个 SiteGround 它提供的一个外挂。我们点击它。那因为我们这个已经设定成中文了嘛，所以它画面原上都是中文的，应该都是可以看得懂的。在这边来说，我们会有一个叫做主机环境设定。主机环境设定，好，我们点选这个主机环境设定。好，这边来说，你看啊，它这边设定这个网站是这个安全连线，好，这边已经是开启了，我们可以再关再开一次。好，再开一次。好，这边强制使用，所以
这个确定。好，设定完毕之后，我们直接按一次到主控台。那因为我们已经从Cloudflare 这边把设定开启成完整，它就会要求我们重新再登录一次WordPress 我们的网站的后台。我们就直接已经输入好的设定好账号密码，就直接做登录。好，登录完成之后，我们点击这个网站这边，你看到这个锁头。它就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加密完成的一个锁头了啊，我们把它点开看一下，这边你们看到它这边就 HTTPS，好，那个加密的部分就已经算是完成喽。OK，那这就是我们针对网站加密的部分的几个简单执行方式。那看到这边你就尽快先去完成你现在这个网站的加密工作吧。那我是九尾之强，我们在之后的影片中见喽，拜拜。